저기 버버스리가 小子，你哪来的？福建。福建呐，好远哦。那女的呢？嗯，算是吧。哦，现在很流行那种一个人出来耍呀，那叫啥子？其实我也不算，我是来拍风神的，导师交给的任务。哪里看？ 喂，脏了，在身上的，过了文福山路口，啊，好，要得，等会儿见，啊，好。你刚说啥子？没什么。当初你是本地人吗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帮我开点水呀、啊。行。哎呀，我是做生意的，这边树林子多噻，来找点松茸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多罗镇。多罗镇，好地方、啊。是吧？哎，我经常去，还不错。请拿出身份证，例行检查。你的呢？下车。哎，干啥子？下车再说。哎，干啥子？哎，别拉了，车里的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不要拉了，车里的。哎。走，你是搞错地方了。那个。
你在干嘛？这是我的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不知道。哎，我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了，我也没办法。要不赔你洗衣服的钱吧？要不。拍照，拍照，十块一张。喂，拉咱们的吗？啥子？跑了吗？小娃儿啷个能跑啊？哎，那都不关我的事了哈，你们个人搞定哈。先后只要吃点那呀。您这儿有米线吗？没得米线的，只有米线套餐。哦，那米线套餐有什么？一份米线，一杯水。哦，那行吧，那给我来一份米线套餐。好。擦擦吧，我看你汗都要流到碗里了。那个，其实我们也算是认识。你是本地人吗？不想说算了。那你知道这里有一个风神吗？我是来这里拍风神的，其实。我的导师交给我的。喂，你不吃吗？不吃给我。这个给你吧。阿姨，请问厕所在哪？老板，结账。请。妈的，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老板，两碗米线。哎，这么大小子包吗？
出来。出去，还敢动？出来，出来，走。就是找不到高团的就算了。你傻呀，他人活了。快点，快快快！要不然把这个东西卖了，把钱还他们得。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我去，学我是吗？学我是吗？啊、我主要学的学活，什么学啊？学活是吧？行行行行行，站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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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子，这情况你也看到了。再教不出东西。哎呀，你就说嘛，我肚子都饿了。我还想喝啊，哥，我真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。我要知道的话，我肯定就……那就不要管嘛，起来。嗯，这，嗯，嗯，嗯，开车。过来，扣，嗯，过来，嗯，对了，少不易。你说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走开，啊，走开。怎么就开了嘛？下车还不又会往？哎哎，来一个，下一个嘛！哎，你他妈干！来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你干嘛？你他妈干嘛？删了他！哎呀，有点意思呢。我只想听你到来。喂，哦，嫂子，哎，哦，在呢，在呢，开车啊？哎哎哎。哎啊，我们嘛晚上就会去了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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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嫂子，先走啊，拜拜。哎，今天天气好啊，小子。要给我出什么乱子啊？哎，企鹅，企鹅吃冰棍咋不上天呢？看什么看？好了，我去吃根冰棍。好，带着啊。嗯，快走。
谢谢。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他们好像要找什么证。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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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。摄影机没拿，那里面还有证据呢。要什么证据啊？先走吧。不行，我还得靠他拍风神。风神？你还真傻。是，我知道不可能，但是我就是能做到。你没救了。喂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谢谢。有好在的，咋个还不来？东西到底要不要啊？是这个地方吗？是呢，就是这里了。那是这里。就记得记得有些事。你以前，我以前记得还不是呢。哎，那看那是不是？那就是那堆石头了，就是这里了。是是是是是。什么鬼东西？扔了，扔了，扔了。拿。走。啊，这快的。看什么？不用催，我跑不了的。啊！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干嘛？破玩意儿！走走走，快快快！哎呀！你手上挺沉重的，走。破手机，一点信号都没有。哎，哎，什么情况？走，快点，快点。哎呀，挺好喝。跟上。哎呀，鬼呀！谢谢啊。别，你病得不轻，只能自救了。谢谢啊。哎，你的风神拍到没有？我就说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信封神？不是，
我好像真的拍到风险。什么？不信你看，和你还真有点像啊。你会跳舞吗？以前会，跳舞又不能当饭吃，谁爱跳？哦，对了，转条锦鲤给你吧，把你手机给我。啊？快点，快点！这个锦鲤蛋是很灵的，转发量500多万次呢，你别不信。哦。你去过很多地方？那当然了。一看就是。起风了。是啊，山顶风还挺大的。哎，你干嘛？不要去。起来跳啊！跳就跳，跳什么？你挑一个看看喽。你的脚饿了吧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其实你舞跳得挺好的，干嘛不继续跳呢？